我是小可乐，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个取妖精撒娇，喜欢的哥哥帮忙点点关注哦，谢谢。我一个人待不住，这屋子里到处都有他的影子，被子上还有他的味道，而且我一个人待着总能幻想他在跟我说话。我想跟你一起住，跟你一起睡。No。可是人家真的好可怜的，我总能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，而且我还能幻想别人就是他，我都快得妄想症了。那你答应我，你不要吵我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